这个又叫做省略号，反正它就是一个打一个结。然后那个机器怎样拆去别台64个，我们是第一个，还有23个，他们那个地方刚好底边在对侧。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拆开，然后放到在我们走之前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放到另外一个，那我们要写就是这个，很显然的，哎，看我这里投起来。好，再来。上来之后的话，各位，我们原来传统悬臂带是从这边过去嘛，但是现在稍微改一下，从腋下穿过，腋下穿过之后，然后到对面去结带。这个地方一样单结，然后塞进去。够不够？如果不够，再加一条。好，完成。这个叫做改良式的悬臂带，有看过这种打法吗？有看过。